台湾最没有压力的声音，爱乐电台 FM99.7。现在时刻十点整，欢迎再回到迷人的小提琴世界节目，我是苏显达，现在马上为大家进行我们今天的小提琴的空中鉴诊时间。你是在拉琴还是锯木头？欢迎您提出任何与小提琴有关的问题，主持人苏显达老师将会为您做最详尽的解答。如果您一生只想买一套能听得懂的爵士 CD， 爱乐电台完美典藏爵士绝对深得您心。完美典藏爵士套装 CD 上下两集，一共50张，涵盖爵士乐百年各种流派，由沈宏源专业导聆，一次购买胜过许多爵士乐迷一生投资和收藏，十分划算。现在听爵士终于有了捷径，